哦，要控制一下方向。哎呀呀！所以到底应该走哪一路啊？不知道啊，那个风扇不能进啊。这个不能进啊。哎呀呀呀！这个板好滑。哇哦，只能进这个呀。这个进去之后会怎么样？会足，就像这样。哦，没办法蹭墙啊。这边有一个。哥，快点来呀！给我站起跳一下，哪个？快点啊！你进这管子，我已经控制住它了。哦。啊，你把我发到那个绳子上。哪个绳子？左边。左边，不，这根绳子，哦，看到没？你能不能控制它往上？不能，你不抬头的话不行，你得控制它抬头。哎呀，你控制着，我来试试。好，这不可以抬头吗？可以吗？哦，那我给你吹上去，你来吧。然后你去踩那个，你不是，你得想办法把我给弄上去啊。你这儿有个旋钮，看到没？你看那个旋钮可以干嘛？蹲地，蹲它。哎呀！我又回来了。蹲它。Control。蹲它。哎呀！那边通了个电。哦，那边好像切过来了，变成西了。那个风扇应该可以走了，这个风扇。哦，这是风扇可以往上了，是不是？好的。然后我 Q 取消下来，然后我上这个风扇，吹我。天才。我怎么地才能安全的？啊、等你等等我不好吗？快、啊！我这不会上。这我回不去了。你看这儿 ，I can't back 你是从那个地方，那也就是说我自己应该能过去。对。我看啊，别的还有什么地方变化了吗？只有这个改成了。哦，我这样让它吹过我去，然后再一弄看是怎么样。哎、啊、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，我也来啦！哇塞，这几块石头挺简单的。哇塞，这个上来啦！我喜欢二段跳，我这可以走吗？左师傅的冲刺。哦，这有个平台过来接我。好的。走，过来了。吸！啊！别！居然没吸着你。我可以把你控制的吹上面去，哎。这个不能上下动啊，可以啊，你摁后是往下。哎呀，我天！哎，那我先过去吧，是吧？对啊，你先到上面去。来，哎，那我得进去啊。对啊。哦，来，吹我！你这太矮了。哎。对，弄到最高啊，弄到最高。最高了。我来啦！嘿，好，踩一下那个。蹲地的事我擅长。砰。哪变化了？冰。哦，变成那边吹了，然后再弄另外一边。嗯。啊！风向逆了，逆风了。好，还是我进呗。嗯。我来了。Come on！ 起飞耶！啊！天才。蹲地。这根电线通到哪儿？通到水里。哇哦！出现了，肯定是吸进去呗，吸进去吧。没有悬念，的天哪！哦，极限进来了。哦，进来之后还要调一下方向啊。我知道，我早就过去了。啊，你在我前面啊。啊，好吧。嘿，回来了，保存了。哟，这么机智吗？哎呀！哦，行，你在那边给我控制点啥吧。你应该得把这个风扇给关了。哦、啊。我知道了，它这是什么？它这断电，电过不去。对，得把这几方地方都连过来。嗯，但没有东西连啊。对啊，得找东西连。你现在开门呢？你一松手就会过来是吧？对，我站中间呢，给你挡住。来，妈呀！我是不是扁了？是。谢谢。循环的，一个摁了之后，玩这个，你再跑到这个，再摁这个，在那摁这个，然后我们过不去，所以得先让你过来，你先弄开，我先回去看有什么办法让你过去。没办法，这边就这么点。哦，把风口挪开，这个风扇就停了。西内，差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来了，这智商，来，你先转住这儿，我一开之后，我去转下一个，你再去转下一个啊。嗯。走，我去转下一个。我直接被电焦了。你再去转下一个呀、啊？啊，你去不了下一个吗？我去得了，我只要对，我只要摁加速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是加速，我记住了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
半秒钟都不到，这也忒难了，差0.1秒，就是一个猛扑冲过去，迪迦猛扑，漂亮，不容易，成功了。哎呦，又要调方向。心跳水立方啊！哎呀，我天，差点没落上。哎，又来啦！哎呦！上来了。什么？往任意一边跳？哦，又是左右蹭墙是吧？嗯。变成二 D 游戏了呢。叮叮铃铃铃铃。这边没得走。下去还好吗？你下去还好吗？真的变成二 D 游戏了。哦，这可以进去是吧？不是，蹲下。哦，又爬管道。爬管道很有乐趣。乌漆嘛黑的。Oh, it's dangerous. 啊，好吧。要时机。要把握时机。这样。迪迦，好难，我得冲刺。不用冲刺。主要是时机，我没有冲刺过来的。什么鬼？我可能要先把你给荡过去，你站到某一个桶上。来，你站上去。我得趴上去。对。哎，哎，等我天！转。啊，这样就行了。转哎，不对转呢，往上，你过到对面去。过去啊。过去了吗？过来了。好。我看能干点什么。你看能干点什么，让我过去。这是哦，肯定这个东西会让它一直转，然后我就可以攀了。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好，它一直转了，来吧。哎呦，还得摆个 pose， 你看看。哎，开门了。没毛病。坑啊！太坑了！这也太刺激了！你一跳，怎么它变了？ We're 啊，不是，也就是说一碰它就会动。我先走。不是，一碰它就会动。哎呀呀呀，没踩到。你可以连跳过去吗？没踩到。可以连跳吗？完了。啊，不对，不能二段跳，就是一段。啊哈！过去了。过来了。好，该我了。这又是个 E。我是不是已经把二段跳用了？不碰，我错了。啊！你不要按跳，踩到这上面它自动弹起来。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啊，是吗？啊。哦，踩到上自动弹啊。哎，这个得配合，你先摁一下，这个得配合。我跳到中间的时候，然后你再给我摁一下那个拉杆。好。这样这个就变成好那种的。咱好嘞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看能干啥？你能干点啥？啊，我这又可以控制了，来吧。我也是这样，是吧？嗯。按冲刺 ，shift。跳跃加 shift 好。OK， 过来了。OK。然后就是这儿。Let's go。哎呦我天！如何足的？冲刺真的是个好东西，就像茶杯头里边的烟闪。嘿。哎，用这个切换视角也挺好，可以控制，肯定要有一个人。哎呦我天！这是吸进去的。哦，对，那个得让他抬起头来。你把他抬起来。好，等会儿啊。歪，哎，歪，歪哪个是歪？这是歪。这个手柄跟 Switch 的手柄按钮还不一样。哇塞！又坐个地。坐它，咚，然后暂停，反向了。对 ，B 是取消，这是取消，然后我进去就行了。对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哇、wow、哦！哎呦我的天！足，为啥每回到一个新场景我都会？哟，哎哎，足，这个碎了的样子，哎，可以明显看出来这是块木头。
不要大意啊，不要大意。我摁加速吧，我感觉。然后这是，哎，你吹起来，我居然直接从这蹦过来了。然后 A 跳跃 ，Y 冲刺，又要到哪？到哪儿？关键到那儿，是吗？哎，不是啊，看样子不是。哦，到这儿可以站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然后这可以被吸进去。哦，我呼吸不了了，你太难了。哦，我来了，足了但没有完全足。来了，你好快呀。哎呀哎呀呀呀呀，我的手柄一顿颤呢。呀，这就是手柄的好处，它可以一顿颤。我来了，我要帮你转换一下风向，里面还有一个，你往右去，看到没？哦，待会儿我会给你切换过来。好嘞，来吧。 Go Go 切，秒灾过去了吗？没有，足了。嗯嗯，欢迎回来。啊，过来了。好，看看能干点啥。这个，哦，吹这个玩意儿，你用风来吹它。我站到某一个这个碗里去。你没吹对，没吹对位置。哦，我得吹这个，对，这边。OK。啊啊，你站上去吧。啊，哦，不，哎，我怎么去拍了它了？我把那一格给你。对对，定在那儿。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定定定定定，上车。好，然后我得蹲，蹲，我那个是蹲，哇，我极限反应出来哪个是蹲了， okay. 哪个是蹲 ？Control 是蹲，不是跟我这不一样。哦，我怎么？哎哎 哎，怎么卡了？蹲。哎，怎么又卡了？好嘞。哎，怎么又卡了？怎么了？卡顿，你看。哎。我这儿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你过来了吗？先你得从上面吸，然后我给你控制方向那种。哎，不是，这个蹲没用啊，这个跳蹲应该有用啊。你看，出来一个这个，你是不是得站到那个上面去啊？有可能。对，啊，我站到那个上面，然后跳到管子里去。对，来蹲我，走。这你去哪边 啊？你这左边这不有个管子吗？啊，是吗？哦，哦，这个口，哦，来，你用了手柄的原因？不是，应该是，要不电脑配置的原因？哎，怎么？哎，我显示你进去了，我跳过了。啊，嗯，等我把你画面给调一调。不行，这根本动不了，我来蹲你，你飞吧。啊，行，来，站上去。嗯，站上去了吗？好。你在哪儿啊？我转不了视角。我站上去了，来吧，蹲吧。进去了，嗯，喵喵喵，然后我得急速给你再控制这个，哦，对，你得急速再让我抬起头来，这不行啊，我这卡顿呢。所以你还是我来操作这个急速过去这个事吧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只要过了你就不卡了，来，好了吗？嗯，蹲，我还得等他回来一下，然后摁住 Y 加速，然后过去吧，哎。偏了一点啊，不好意思，偏了一点。啊，你能不能准一点？连游戏都在骂你了。好了吧？嗯。走，我走这边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偏了。呀，啊！我太卡了，冲不下去了。而且不能偏。你能不能准一点？好险！哎，压力也是很大的呀。然后怎么办？错了，你蹲。哦哟，会怎么样呢？两股电球。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哦，变成吸了，那我就进了。啊，嗯。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嗯。会怎么样呢？会从这儿喷出来呀，然后又进到这儿了呀。哦。然后又从这儿喷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另外一条路，我从另外一条路走了，是吧？然后又从这儿喷出来了，然后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。可能我需要来解救你了，这下。我吸进去了，你先别动。哎，喷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发射过去了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这边喷出来好多这个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啥呀？我错了。哦，我需要把你瞄准到那个鱼的嘴里。你回来对了。哪个鱼的嘴里？哦，你回就对了。哦，行，我进了是吧？你回就对了。我来了。哎，上不去啊。去是不是扔个球进去啊？哦，对，应该扔个球，怎么拿？怎么拿？拿是怎么弄？知道啊。哦，吸！哎呀，
对对对啊，这样这样，然后往鱼嘴里填，是吧？哎，怎么还在？哦，这样把它压下来，这样好了好了好了，到一定重量就行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这样可以跳过去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我去不了。啊，不用侧扑，二段跳就行。你过不来吗？你暂时？对，我过不去。我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我可以到这儿来。哦，我们俩一起推他。哦哦哦哦哦，你在那边呢？对，配合的相当完美。哎，出剧情了。哦哦，自动了。汇合了。汇合了。又卡了。Yeah! Boss 战 ，Boss 战。毁灭了他的消化系统。哦，这这人怎么灭？是你。不要说话了。哦，要修好它是吧？现在，现在要做的事情要把它修好。嗯。涡轮2000，他买了什么？他用了，已经用了一台涡轮叉2000代替他了。哈利波特的扫把叫什么来着？光轮2000。光轮2000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他们家旧吸尘器，他们已经买了一个新的了。所以呢？所以现在要干什么？不卡了。哎呦！不卡了是吧？躲呗。光躲怎么能干掉他呢？卡了。哟！哦哦，控制这个发射揍他是不是？哎。不是现在在往里吸啊，得谁给我切换成发射？对啊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可以切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啊，我被撞了！歪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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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歪是什么？歪是什么？让我拼命的歪。复活了。歪是复活。哦，我可以控制顶上这个，你从底下那个吸上去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来不及。啥意思啊？你从底下那个吸进去，然后我控制顶上那个，啊、让你喷它。哦、啊，好好好，喷它，喷它，喷它。来不及，我得在这儿等着。对，你就站在上面就行，你就站在上面。哎，我足了。你快站到上面去，站到上面。你正在往上赶。呀，什么鬼？来不及啊！我来，我站上面，你现在下面吸。行，起来，这个玩意儿。完了，我自己吸进去了！啊！啊！啊！我怎么又进去了？算了，这波算了，这波算了，这波算了。好，我上来了。上去了吗？上来了。可以。来吧！来吧！吸了不少，全吸了。突突突突突突突！啊，不错。啊，突突的。就这么干。哎呦我的天！哎，怎么还有？啊，怎么？他现在变三波了，四波了，五波了，一波了，六波，我活了。七波，好，他又发射了，好，又发射了，六他，好，我准备上了啊，揍他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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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好好好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快快溜他！啊，我上来了，我噔噔噔卡死了！吸呀吸呀吸呀！卡死了！有没有吸进来？吸进来了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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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耶，打赢了，快！一人一只手。我是蓝的。Go, time to finish this. 然后呢？这是要干嘛？什么？对准他的眼吗？哦，他自动的这是？哎，不是自动的。我这怎么没有提示啊？你来呀！啊，对，啊，怼他！啊，这好残忍啊！把他眼球子吸出来了，好残忍呐！还说复活之后把他修好呢，结果给他眼球子吸出来了，炸了！太口是心非了！哒哒哒哒哒。又回到初始地方了，所以这一关就是 boss 战，我干掉了吸尘器。She made these? Yeah.
哦，他爸知道这两个小人偶是他闺女造的是吧？嗯。嗯。没有。好吧，现在要去找他了。